我瞎吗？在我脸上趴下，要像我看不到你，你在做梦呢？做梦真的是在做梦啊！不得不把你这个梦惊醒啊！对不起，不好意思。他就在我刚开车过来的时候，他就在我脸上趴下，我又不是只看方向盘不看路的人，要死了！哎，别！我怕我翻窗的时候被后面的人打，所以我翻的比较快。捏是吧？捏。等一下，他队友。让他队友来了，这个盒盒呢？哎，盒盒呢？盒盒呢？蛮多的，完，太怕了，他这个名字好可怜，他这个名字，哎，他这个名字什么东东？我非常害怕，哈哈，哎，这个名字好可爱，非常害怕，要上来了，不带圈了，被毒死了，感谢。但是我刚才在打架的时候，我听到有枪声，我不知道什么情况。我刚确实好像听到有枪声，就在我附近，在75方向。我虽然边打，但是还是有注意周边情况的。好，他要换弹了。那具体在哪里打我，我还是没听出来。好，在树后。还在不在说？哎，人呢？哎，人呢？我刚看他出来的呀！刚明明看到他出来的呀！是不害怕，你真的皮的名字取的，好害怕。
我不知道就过去，因为我这过去了，我这个车不行，我车行的话我就过去了，车不行，很烦。负能量饮料的人就是帅。阿居，大狙，什么是大狙啊？AWM 就是大狙，啊，你知道我的意思了吧？